不欢迎我们。我们只是需要向他借点东西。好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卑微的凡人，你打扰了我的沉睡。卡奥斯，快去吸收他的灵魂之力。不要抗拒，第一次嘛，总会有点难受。还真是有点难受啊！我的灵魂在颤抖。被人的岩浆中。的压迫感还真是有点麻烦。这臭烘烘的老鼠，老鼠，那种跟你一样钻来钻去的生物。